唔該曬黃之鋒。以下落嚟嘅嘉賓係一位嚟自意大利嘅朋友，佢亦都緊貼住香港運動嘅步伐㗎。佢會用佢嘅歌聲為大家唱出一啲嘅信息。Thank you, Joshua. Last but not least, let us welcome Mr. Stefano Lodola, Lodola from Italy, and a close follower of the Hong Kong situation to conclude the European section for us with his performance. Stefano, please.Oh, my God.
danza è la luce, con nostre gigante, ritorno alle danze, e il pueblo unito jamás será vencido, e il pueblo unito jamás será vencido.第二首歌咧，啱大家話俾我聽咧，嗰首歌就叫做《自己人團結不會被打沉》，真係非常之令人激動嘅一首歌。但係咧，我啱啱亦都收到一個訊息咧，我相信令到大家都會好激動嘅，就係我哋下個禮拜日嘅大遊行咧，其實唔會淨係香港人參與嘅。原來經歷緊山火嘅澳洲，佢哋喺當地嘅同一時間19號都會同我哋一齊遊行。我相信咧，就係呢一個幫我哋做緊聯絡嘅一個叫做我要攬炒嘅組織咧，亦都係聯絡緊其他戰線嘅。希望咧今日我哋活動結束之前，可以再話俾大家聽，仲有啲咩地方、咩國家嘅手足同我哋一齊並肩同行。好，跟住落嚟，我哋就去到亞太戰線。一個活動咧，能唔能夠成功咧，係有賴唔同崗位嘅朋友可以並肩一起。遠方的朋友不單只是支持我們香港，其實連亞太區的其他朋友也都為我們打氣的，我們一起看看亞太區的朋友怎樣去支持我們先。 Thank you Mr. Stefano performing for us. Connection is integral to success. We did not only connect far but nearer to home as well. So coming up as the third section of our assembly, we will take a closer look atThe Asia-Pacific front of the international line. 好，首先我哋睇下 New South Wales Hong Kongers 为我哋制作嘅短片。First up, please enjoy a video by New South Wales Hong Kongers on the Australian line. Dear 手足，我哋衷心感激喺过去六个月为咗捍卫香港人嘅自由而奋斗抗争、抵挡喺最前线嘅手足。自从六月开始，不知道几多个晚上，身喺澳洲嘅香港人彻夜张看 Live、Telegram、Facebook 等等嘅媒体，为求就系密切留意手足即时嘅情况。为咗支持呢场民主运动，一班身喺悉尼嘅香港人。在去年6月9日組成了 New South Wales Hong Kongers 這個獨立自發的團體，我們希望藉此表達對香港的手足的支持，並且與身在悉尼的香港人和本地人分享一場民主運動的資訊。在悉尼的街道走入大學的校園，我們和澳洲人分享前線示威者、 First Aid 記者和社工被警方粗暴對待、濫暴的問題。我哋同時亦都邀請咗工會領袖表達佢哋對我哋嘅支持。我哋甚至向當地議員進行遊說，同澳洲各州嘅香港代表齊集喺首都肯培拉同澳洲嘅議員會面，以便向澳洲國會表達我哋對事件嘅關注同支持。我哋亦舉辦咗大大小小唔同嘅活動。有車站快閃，亦都喺各大學校園，甚至喺由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經營嘅 Hong Kong House 外面貼連環牆。即使 Hong Kong House 每日都會清除我哋嘅連環牆，但憑住 C1 鐵白嘅信念，我哋一直堅持咗好幾個月。我
哋喺悉尼歌劇院附近位置擺設街站，話俾澳洲群眾同遊客知，香港人喺度爭取緊乜嘢，宣揚乜嘢係五大訴求，同埋揭示香港政府同警察點樣打壓同殘暴咁對待香港市民。我哋協助大學進行咗討論小組，等香港人有機會直接向當地大學生表達意見。我哋同香港人同喜同悲，同得知到周同學不幸離世嘅時候，亦都喺短時間內舉行咗第一場海外嘅追思會。聖誕前，我哋亦都不忘喺香港水深火熱嘅手續，舉辦咗一個和理社，目的是寫聖誕卡給澳洲政要，希望他們關注這一場為爭取民主自由的抗爭。當然最重要的是寄給在香港被捕的手足。要在澳洲得到公眾和政治人物的支持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份支持每一句加油都得來不易，但相比起香港手足所面對的困難和痛苦，我們所做的實在不能夠相提並論。因為香港人的奮力抗爭，間接令不少澳洲人開始醒覺，明白到今天香港所面對的問題並不是單一的事件。我們提醒了本地的澳洲人，今天香港，明日澳洲，尤其是中國的影響力不斷在澳洲全國各地蔓延增長。幸運地，澳洲的外交部長 Maurice Payne 和國會的幾位議員非常支持香港的抗爭活動，從而強烈要求澳洲政府調查中國對澳洲國內的影響。根據新聞的報導，澳洲政府正在審議仿效美國實施全球瑪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去制裁違反人權的香港官員和警員。同時，我們亦都慢慢地見到一些來自中國內地的留學生和僑民亦都開始明白到，甚至表明支持我們的抗爭運動。雖然他們不能夠亦都不敢明目張膽地站出來表示支持我們，但這些由衷的說話亦令到我們感到大大的鼓舞。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他們亦都能夠站出來為自己的自由發聲和努力。New South Wales Hong Kongers 會繼續在海外舉辦不同的活動，以爭取澳洲人對香港這場抗爭運動的理解和支持，亦都希望透過各種活動令他們明白澳洲將會面對的問題和衝擊。我們將於2月份舉辦一場關於香港民主運動的藝術展，指名為《抗爭的藝術：香港的時代革命》。我們透過一系列的照片、海報以及藝術品，以另一個角度展示給世界看香港人在這場抗爭運動中的歷史印記。最後，希望大家不要放棄，即使是最黑暗的黑夜亦都有完結的一刻。我們堅持並不是因為有希望，而是因為我們堅持才有希望。香港的手足們，你們並不孤單，有千千萬萬海外的香港人支持你們。New South Wales Hong Kongers 與你們同行，約定你們煲底相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以下落嚟嗰位嘉賓，我唔知道佢講日文定係廣東話啦。我哋有請香港眾志成員周庭上台，講下佢喺日本做咗啲乜嘢，去支持香港嘅手足。Next up,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Agnes Chow, committee member of Demo Sisto, to speak about her work in Japan. Agnes, please.眾志的周庭，這場運動已經經歷了半年的時間，大家都很辛苦，流過很多汗，流過很多眼淚，
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前線的手足被打、被虐待、流血、被失蹤，很多的事發生了。可能大家身邊有很多朋友，你知道他是支持民主，但是可能他們會漸漸地麻木了、習慣了，又或者他們其實是不想習慣的，只是他們潛意識裡面看得太多了，開始漸漸沒有感覺。那當然我們在本地的工作上面，大家坐在這裡都一定是關心這個城市的朋友，特別很多是年輕的朋友。當然我們在本地上面要更加努力，令到更加多人是繼續這樣支持我們，繼續這樣參與在我們當中。而在這場運動裡面，我們都意識到國際社會對於香港社會的關注是非常非常之重要，不單止是支持香港的抗爭運動，亦都可以對中國政府、對香港政府是構成一些壓力。在這裡都叫做是作為國際戰線一個小小的一員，首先很想跟大家說一聲對不起。在這個運動這麼重要的這個時刻，我竟然是因為官司而是沒辦法離開香港。雖然說向法庭申請都可能是有些機會，不過上次我在去年十二月和我的同伴黃之鋒等等是上庭的時候，當時我向法官申請是飛往東京和大阪的五間大學是進行演說，以及在日本開記者招待會，都是被法官真的一隻字都沒有說，完全沒有解釋理由的情況之下，就拒絕了我們的申請。但是雖然我現在是飛不到海外，去不到日本，但是希望大家知道，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手足，不論是住在香港，但是可能經常來往日本或者識日文的手足，還是住在日本或者在日本讀緊書的手足呢，他們一樣都是很努力，每天見不同的朋友，可能日本政界的朋友、傳媒界的朋友、不同界別的朋友或者學者等等，去宣揚我們香港人的理念。亦都有人是有很多日本和香港的手足是嘗試這樣推動著，在日本究竟做不做到一個類似美國這樣的民主法案呢，亦都很多人是探討和推動著這個議題。即使我是沒辦法飛到去日本，但是日本戰線當然不只有我一個，有很多朋友都是參與著。雖然大家即都有一樣不是那麼好，或者是大家要去面對的現實，就是的確在國際上面現在發生了很多的國際大事，可能香港的事情在日本的關注的確比起去年是相對低一些，但是不代表海外的朋友並不支持我們，只是國際上面發生可能更加重大的事情，所以他們的媒體都會集中報導其他國家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是不要放棄，我即使是飛不到呢，我都會繼續在香港接觸不同的媒體，或者在網上用我的社交頻道等等呢，是向不同的日本的朋友、海外的朋友，是講返一些他們媒體未必有報導的關於我們香港人所面對的痛苦，我們所面對的壓迫。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放棄，亦都要提提大家，未開 Twitter 的記得開 Twitter。 咁大家呢，即雖然每一個人的力量可能是很微小，但是當我們集中在一起呢，就可以變成很大的力量。大家要繼續加油，多謝大家。
唔該曬周庭，以下係台灣香港本土聯盟發起人何永彤為大家製作嘅短片，我哋一齊睇下。Thank you, Agnes. Coming up, we will present to you a video by Ms. Ho Wing Tong, the initiator of the Hong Kong Students and Graduates in Taiwan Anti-Extradition Law Concern Group. Please enjoy. In Taiwan, not in 衝突現場，心知道望住直播喊幾多次，搞幾多個集會都幫唔到前線手足擋一粒子彈，好無助，好內疚，有時甚至會懷疑自己有冇資格叫手足呢兩個字。按日嘅台灣生活係幾咁令人不安啊！喺度借個機會多謝台灣人，謝謝台灣人。喺台灣近半年，每次同人講我係香港人，都會收到一句香港加油。支持用金銀，謝謝。真啊！加油！香港加油！加油！香港加油！香港人加油！台灣人加油！高雄人加油！台灣人在這半年一直跟香港人同行，由六月開始，台灣持續有大大小小的集會、遊行、929撐港反極權遊行，人數甚至多達100,000，各個民間團體亦都持續地聲援香港，大家同樣感受到共產黨的惡行，見到獨裁政權的邪惡。雖然我們不在同一塊土地上面，但是受到同樣性質的壓迫。有人說台灣利用今次香港的議題炒作，是不是在香港人的傷口上面灑鹽？可能是的，但是香港人請千萬不要介意，這個都是化作對抗極權的力量。如果可以這樣幫到台灣，請狠狠地在我們的傷口大大力將鹽壓下去。雖然東德、蒙古、吐蕃、台灣、香港這幾個地方遇到打壓的方式不同，但是作為同樣被極權打壓的弱勢，更加應該連成一線，同氣連枝，努力互相扶持。各個地方的人在對抗極權的路上都可能很無助，但是我們絕不孤單的，至少我們不可以令到他們感到孤單。當我望向身後的時候，很多台灣人為我們扶持。同樣地，當其他人吶喊求救，我們也要盡力這樣呼喊，我們就在這裡。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每一次總統選舉都是行使著自己的主權，共產黨再大力地打壓干擾都無礙這個事實。過去台灣經歷過白色恐怖時期，每次回望這段歷史，都感受到台灣人投下的這一票是幾咁得來不易。台灣人這一張選票背後有幾多血和淚，這一份主權有幾咁難能可貴。願今日自由的台灣是明日的香港，願香港將來都有行使自己主權的一日。
多謝台灣香港本土聯盟的短片。跟住落嚟就係香港邊城青年製作嘅短片啦。Next up, we have an inspiring video made by the Hong Kong Outlanders. Please enjoy.技術上的處理緊，希望大家得等。跟住以下的嘉賓咧，係將會為亞太區戰線咧作出一個小總結嘅。佢就是支持香港抗議的國內留學生 Alex。我哋歡迎 Alex。To conclude this section, may we present to you a very special guest from China, Alex, who will speak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support of the Hong Kong protests. A round of applause to Alex, please.香港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 Alex， 是一位来自大陆支持大家的手足。我知道在这里没有很多大陆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支持大家追逐自由民主的运动，但是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大家，仍然有那么一个人愿意冒着被消失、被精神病、被关进黑牢的风险来这里支持大家追逐自由民主的运动。这段时间我知道这个运动开始变得消沉，有很多人变得有些绝望，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想跟大家说，我们永远都不要问手足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能为手足做什么。1月8号的时候，我去参加了周子乐同学和陈延林同学的纪念会，看到那些英年早逝的同学，我心里就感觉无比的悲痛和难过。看着那些同学在大好的青春年华为了追求自由而丧失生命的时候，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今天我们沉默，我们将失去我们今天获得的一切，而我们将永远不会有明天。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就意味着背叛。我想告诉大家，在100多年前的今天，毛泽东曾经推动过湖南独立，他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说为了湖南，为了中国，他需要建立湖南共和国。而今天中共却以香港独立的名义来批判大家，而我站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你们完全有权利民主自觉，而且你们有权利选择一个自由的生活方式。我想告诉大家，当我们看见那么多海面上的浮尸，当我们看见那些被暴力殴打致死的手足们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难过。今天习近平、中共罪恶的林郑月娥傀儡政权
你们可以消灭我的肉体，但是你们永远不能打败我们追逐自由民主的决心。你们永远不能磨灭我们追求自由民主，永远不能摧残我们追求自由的灵魂。马丁·路德·金牧师曾经说过，我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人们可以平等的、自由的生活在一个国度里。而我今天也有一个梦想，就是不管所有的香港人还是中国人，我们有权利选择一个没有审查制度、有法治精神的国度。我想告诉大家，当西藏那么多喇嘛被中共奴役，那么多人民被中共奴役的时候，那些喇嘛他们需要点燃自己的身体来照亮自由的灵魂的时候，我们没有发声，我们沉默了。当新疆 re-education camps 有数百万人被关进罪恶的在教育集中营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地方离我们太远，我们没有发声。当台湾的自由民主被中共打压，我们没有发声。而今天轮到香港了，中共在摧残我们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告诉罪恶的中共政权和林郑月娥的傀儡政权，我们对这种独裁的统治方式，我们要说 no。 我们永远不会屈服，我们会告诉这些独裁暴力的政权，我们 never give up， never forget。Never forget。 这样当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我们回想起往事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The darkest hour， 我们没有为那些为了自由民主而牺牲的手足们发声的时候，我们不会为了这个而感到羞愧，我们也不会为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为了自由和民主抗争过而感到问心有愧。鲁迅先生说得好，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而我们站在这里，今天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不是绝望，我看到的也不是灰心丧气，有这么多手足和我们站在一起。因为有你们，那些被殴打致死、那些冤屈的灵魂、那些被关在黑牢里、那些被暴力殴打、伤痕累累的手足们，他们不会感到孤独，是因为有你们。Fight for freedom! Fight for demand!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你们跟我说你们感到灰心，你们感到丧气，你们对这场运动感到绝望，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怎么对得起我们死去的首都？我敬佩的英雄
本土民主阵线的梁天琦，现在在石壁监狱。这个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他说的。我要告诉大家，光复香港，光复的是香港自由、民主以及法治精神。时代革命革的是专制独裁不义的中共和傀儡的临终政权的命。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要告诉罪恶的中共、傀儡的临政越俄政权，你们可以消灭我们，但你们永远不能消灭这种自由民主的精神。在最后，我想再次高喊，光复香港，五大诉求，Fight for freedom！ 没有暴徒，自由万岁，香港万岁！谢谢大家，多谢晒 Alex， 多谢晒，我哋再俾一次掌声 Alex。Fight for freedom！Fight for freedom! Stay with Hong Kong!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我們現在再一次看回香港邊城青年為我們製作的短片。Let us watch an inspiring video made by the Hong Kong Outlanders. Please enjoy. 請青年，自從反送中運動以來，這七個月台灣人一直很支持我們香港，由六月開始的活動直到現在，他們一直都很熱心地參與。例如九二九當日，我們就有十萬個人來參與我們的遊行，而不止的亦都一路收到很多很多的有心人去捐給我們。直到這幾天，我們都看到很多香港人不惜金錢時間都特登飛來台灣，希望勸喻台灣人積極地投票。其實廣州我們都很感動，因為我們真的可以串連到台港兩地的手足，可以在爭取民主的路上一直同行。直到今天剛剛的十點鐘左右，台灣的民主終於勝出，蔡英文總統獲得877萬投票，而今次的選舉都有70%的人特登返鄉投票。我們知道其實民主路上一直都很難行，條路也都很漫長。台灣人其實在爭取民主的路上足足行了40多年，直到今天他們才可以用了無數的血汗去換取一張張的選票。我知道在香港的各位手足現在應該都很疲倦，因為覺得條路很長，不知道怎麼行，而亦都有很多的手足犧牲了，有無數的手足被失蹤甚至被自殺。雖然我們一班海外手足，尤其是在台灣這邊好像做不到很多事，我們都會覺得很憂慮和很擔心你們，但我們堅信只要我們堅持自己的信念，無忘初衷，我們一路可以一直可以繼續走下去。而我們這班台灣的手足在今天還要守在台灣人守住台灣之後，我們都會繼續努力，盡我們的所能去幫各位香港的手足去爭取，同埋幫大家將呢個運動繼續延遲落去，繼續喺國際社會上發酵。希望大家唔好灰心，我哋繼續一齊加油，堅持落去，我哋最後先可以喺高地上再見。香港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人堅持。跟住落嚟，我哋將焦點放翻嚟本地戰線，而
現在有請 Tony， 他是香港自治行動的代表。The final part of our program takes us back home to Hong Kong. Coming first onto the stage is Tony from Hong Kong Autonomy Action. Tony, please. Hong Kong 人，大家好！大家見唔見到我後面呢支係咩嘅 banner？ 係 Trump 騎住一個坦克嘅 banner。因為今日我哋嘅主題係天下制裁，大家想唔想見到美國制裁中國？我知道大家都好想，所以我就等攞呢支旗出嚟去配合呢個大會。我哋依家咧見唔見到我哋揸住呢支旗啊？呢支旗係代表住我哋香港人喺雨傘革命喺2014年嘅時候一個標誌。我想問一下在座喺當中有幾多朋友係同我哋一齊喺2014年已經係抗爭緊嘅？可唔可以一齊舉下手啊？我哋俾啲掌聲自己好嘛？我要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這個是我們在雨傘革命一直我們追求的，也都是我們在對上的一年我們提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第五樣訴求就是實行雙普選。我們由2014年到現在我們追求的都是一樣，我們都沒有變過，是不是啊？我們會堅持下去，我追求我們的普選。可能在在座當中很多的學生朋友，2014年的時候可能你未參與過在抗爭的裡面，但是我們在今年元旦的時候我們再次拿回這個旗幟出來，就想告訴大家我們要勿忘初衷，我們不可以忘記我們一直追求的東西。我們香港自治行動在六月開始，我哋就係同大家一齊。我哋最初就係喺 G20 日本大阪行，我哋係一直舉住美國旗去打國際嘅戰線。我哋就係希望喺日本 G20 嘅時候，將香港咁緊急情況議題向美國作出呼籲，去呼求。就自此，香港嘅議題就打入咗中美嘅談判嘅當中。在回到香港七月開始，我們在各區大家都會見到我們有很多的美國旗，我們在示威的當中，我們就是希望繼續讓國際去關注著香港的普選的問題，香港的抗爭。直至去到八月中，特朗普總統他 share 在 Twitter share 了我們美國旗隊，我們在示威的場地，我們唱著美國國歌，自此感動到美國全國的關注。在接著下來一個月，九月的時候，美國的眾議院已經通過了《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在再過多兩個月之後的11月，參議院亦都通過了。我們一直就是堅持著舉著美國旗，讓美國去介入香港，因為我們現在看得到，當美國願意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之後，全世界其他的國家，包括歐盟、不同歐美國家，他們都願意去加入，去立不同的近似的法案，去制裁中國。所以我們很清楚，我們做這個戰線，我們是要堅持下去，我們要繼續去舉美國旗。直到元旦，我們如果大家記得在元旦日的遊行，大家會見到我們就再次舉回這些的旗幟，我要真普選的 banner， 我們都再次出來。為什麼我們要舉回這個 banner 出來？是因為我們有見自從區選之後，香港人我們抗爭彷彿好像冷落了下來。
我哋好擔心，我哋係咪會忘記咗我哋一齊追求嘅普選？呢個係重點啊！所以我哋再次攞翻我哋14年嘅標誌出嚟，話俾香港人聽：我哋唔好忘記啊！我哋要繼續，我哋要爭取普選，呢個先係我哋最終極我哋要揾嘅嘢啊！廢除功能組別係我哋一直最想要做嘅，亦都係我想呼籲香港人，我今年我哋集中我哋要做呢樣嘢，因為就算俾我哋今年我哋好僥倖地選舉裡面可以控制到功能組別，但係我哋唔能夠去擔保喺呢一屆可以得到，但之後呢，如果功能組別一日唔取消，香港的問題只要有一次被建制派 去控制到，香港就會玩完的了。所以我們是不可以去再投功能組別，再投功能組別也都是會令到外國更加難加入，因為我們的投票是告訴外國聽，我們肯定緊功能組別這個角色，我們是要爭取是什麼？爭好選啊！大家記住，我們是要真普選，我們不要功能組別，所以我們是今年我們是會跟大家一起去推動爭取廢除功能組別。也都有或者有朋友會說，如果今年我們不能夠普選，那怎麼辦啊？我可以跟大家說，我們香港自治行動，我們希望今年我們會推動香港人，如果我哋唔能夠普選嘅時候，因為有人話我哋要香港普選，仲要去探討唔同嘅方法、唔同嘅方案。但係我哋知道，如果傾唔到嘅，我哋會期望將呢一屆嘅立法會去延期，直至香港人可以大家討論，同埋美國同中國參與嘅裡面，同香港人三方。我哋有一個共識，可以去有一個真正嘅普選方案出嚟。最遲我哋去到2022年，我哋可以普選特首，亦都普選立法會，好唔好啊？好！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普選係我哋香港自治行動最重要，因為我哋一直就係講緊。為什麼我們要自治？我們其實就是參考著歷史當中英國殖民，眾多英國殖民地，他們在自治的路上慢慢他們就去獨立，而他們自治之前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先有了普選。普選對於他們來說就是先獲得了自己的自治權，由於有了自治權之後，他們的國民可以參與大家政府，有自己的國會，他們透過就是幾代的人自治之後，慢慢他們最後步向獨立。雖然有一些殖民地他們最後沒有選擇獨立，但是他們保持自治狀態其實已經跟獨立已經差不多。我們看到在歷史上面眾多這些由自治過渡到獨立的國家，他們的體制的穩定、經濟都比一些很短時間、很急促以一個流血革命方式的國家是更加好。我們是為到香港人好，我們很相信香港作為一個金融的城市，我們很難承受一個很激烈的流血革命，但是我們是能夠可以透過我們普選之後，我們會香港自治行動，我們會推動香港人，我們去修憲，我們希望香港去刪除2047這個界限，可以讓香港人可以永續自治。我們利用這個時間換取空間，讓香港慢慢發展成為一個自己有自主權的地方，好不好啊？我們相信這個是對香港人最好最好的方案。而每當我哋喺呢段日子，過去呢半年，大家見住嘅抗爭，好多前線嘅義士為我哋嘅犧牲，
我每一次上網，我睇翻早幾日見到唔同嘅義士佢哋嘅紀念，有陳永林，有周子樂佢哋，我好激動，我係唔知點講。我睇翻，如果我哋唔能夠有普選嘅時候，我哋唔能夠對得住佢哋嘅上天之靈啊！我哋要爭取到底啊！不論我哋任何香港嘅人，我哋為到要佢哋在天之靈能夠安息，我哋一定要爭取到普選噶，係咪啊？我要爭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我要爭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我要爭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我哋香港自治行動繼續高舉呢個旗幟，向外國去幫助香港真正普選，好嗎？多謝大家。天滅中共，天滅中共，天滅中共。今日最後兩位嘅發言嘉賓，以下落嚟係 Angie， 佢咧有份咧係將佢係有份將警察濫捕嘅情況咧呈上去聯合國嘅。我哋有請 Angie。Now let's welcome Angie, a fellow Hong Kongers who presen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about the situation of police brutality in Hong Kong. Angie, please.大家好，我是 Angie， 我是一個 law student。 咁咧喺10月2號嘅時候咧，就我同我嘅 partner 就係、是、我而家介紹就係我哋喺連登上面就係所謂嘅港女 A 同埋港女 B 啦。咁喺10月2號咧，我哋就向呢一個嘅聯合國底下有一個叫做 special procedure， 佢咧就有一啲特別觀察員係獨立於佢哋嘅即係自己嘅 nations 又好乜嘢都好，佢哋一個獨立嘅人權專家。我哋咧就遞交咗第一份。報告就是關於由6月12號開始，我哋見到嘅每一個日子，所有嘅警暴問題，我哋逐日逐日同佢計。咁所以喺每一個日子入邊，無論佢係用過啲乜嘢嘅武器啦，點樣係去亂咁使用武器啦，同埋佢哋喺10月1號嘅時候，終於真係開咗真槍嘅呢啲事情咧，我哋要將佢帶咗去聯合國嘅一個討論裏邊嘅。咁係亦都要講翻，就係喺聯合國點解我哋會諗到呢一個所謂嘅戰線咧？咁亦都要講翻，就係喺2019年嘅九月嘅時候咧，大家都好憤怒嘅就係阿何超瓊同埋阿美心嘅太子女吳淑清咧，佢就喺聯合國入邊話我，佢就話咧用呢個嘅催淚彈同埋呢個嘅橡膠子彈咧，其實國際都係通用㗎啦，香港咧並唔係例外。無恥嘅人講嘢咧係中意講一半嘅。他講得啱，不是例外。但是無論在智利又好，在委內瑞拉又好，亂咁去使用呢些武器的人的一些警察咧，呢啲我哋叫 perpetrator 咧，佢哋係會受罰的，佢哋係會受到懲罰的，而呢個情況並冇在香港出現。咁所以既然我哋有呢兩位女士去到聯合國去做游說工作，去要為一些黑的嘢洗白的時候咧，我哋都要為我哋都要將翻呢個香港真實的現狀帶翻去聯合國入邊，亦都係將。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講法啦，我亦都有我們去有一team人咧就去整合了所有的證據啦，我們找了一些嘅警暴的受害者，不同類型的受害者啦，亦都係做了一些嘅證供俾我們啦，可能俾了一些甚至乎係一些嘅醫療報告我們，咁我亦都呈上咗去俾聯合國的特別專員嘅。咁我們的工作咧發展到今日咧有大約20名嘅 members， 咁亦都有律師。有 law student， 有大律師，有 paralegal， 好多都係有 law background 嘅人。咁我亦都繼續去撰寫緊報告。咁點解要撰寫咁多份報告呢？我哋除咗係俾咗特別專員之外咧，亦都交咗一份係喺上年年尾啦，都交咗一份嘅係集中於呢一個嘅禁止酷刑
嘅呢一個委員會嗰度咧，係講翻香港警察係如何去向一啲嘅被捕人士或者係一啲路過嘅人咧去施以酷刑嘅。咁呢一樣嘢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係其實係不能夠接受嘅。咁亦都聯合國係一個委員會咧去 oversee 呢一個事情啦。咁所以咧，亦都有一份報告係遞咗上去，亦都有相關嘅證據啊、相關嘅一啲法例啊、國際人權法嘅法例啊、一啲嘅 analysis 係俾咗上去，去俾佢哋去審議嘅。咁呢份報告如果聯合國喺佢哋嘅嗰個 cycle 入邊，佢哋去討論。他們去即係會去成立認即係取納呢一份報告嘅時候咧，咁亦都會將佢 read 咗喺聯合國嘅 database 嗰度咧，係俾世界各地嘅人去 access 去攞嚟 download 嘅。咁都去到呢個時候咧，我亦都發覺啊，原來警報嘅問題咧係不斷咁去發大啦。咁我哋咧其實亦都係要用翻一個聯合國嘅language， 佢哋中意用嘅語言咧去形容翻而家香港發生嘅事情咧，其實我哋叫做係 police 嘅一啲violence 嘅 impunity。impunity 呢樣嘢點解咁重要咧？就係因為佢係講緊一啲犯法者，佢係可以不受懲罰嘅，佢係完全冇呢個刑責嘅，亦都令到 victim 咧係唔可以有 justice 去 serve 到嘅。咁所以喺呢個 regard 咧，我哋都係繼續有呢個 writing team 咧，去而家去撰寫緊另外四份報告咧，就是、由四個嘅角度去切入，亦都係去俾翻聯合國嘅議會咧去討論翻嘅。咁呢四個角度咧，就將會係關於婦女方面嘅 sexual abuse 一啲可能比較年輕嘅抗爭者一啲嘅兒童嘅權利啦。一些可能是一些比較 handicap 的一些有 disability 的一些抗爭者，他怎樣在這個抗爭裡面的 rights 是被他們去 suppress 了，也都是最後一份，因為剛才黃之鋒先生他提到的，就是將會在6月審議最大的一份 ICCPR 的一個關於我們的公民的人權政治權利組織的所有事情，我們都會是有報告去呈上去做一個給回聯合國，希望我們可以在不同的議會不同的一個 cycle 裡面，香港的問題都可以老是常出現。但是雖然我們叫自己做可能是聯合國戰線，但我們並不是停在這裡，這個並不是我們的終點。當我們有了這些 credible 的報告之後，我們是現在都積極地去 liaise 緊一些可能台灣啦、韓國的不同的 NGO， 希望可以將這個問題，香港這個警報問題呢，是變成一個 campaign， 是帶到去不同的國家那裡去讓人家 去回應啦，去施壓啦，向政府這樣的。咁所以去到呢一個階段咧，其實我又都 pretty much 係講咗我同我 partner 啊，港女 V 佢做咗啲乜嘢噶啦，亦都好多謝一班係願意相信我哋嘅律師啊、大律師啊，去 engage 咗、commit 咗喺我哋呢一個 project 嗰度，咁就希望有朝一日我哋可以盡快接埋，因為我哋香港已經再冇警暴嘅受害者。咁最後咧，我都有少少嘅覺得就係、是大家要明白到嘅就係、是我哋要去保障自己嘅時候咧，我哋都要理解一啲國際慣例嘅一啲嘅權利嘅。例如我見到頭先有一啲嘅人咧，可能喺度影相嘅時候，未必係記者啦，可能或者記者朋友本身都有啦，就係戴住一啲面罩，恐防喺呢一個受可以喺有呢個 letter of no objection 嘅一個合法嘅集會嗰度咧，係會受到警方嘅驅逐。但係其實一個和平集會是我哋與生俱來的一個權利嚟嘅，我哋係唔需要申請嘅，理論上而家冇咗啦。咁頭先我當我上嚟嘅時候，我諗啊，其實我都冇做啲咩犯法嘢啊，咁冇需要戴口罩啊，咁主辦單位就好 nice 咁問我，你需唔需要借個口罩俾你啊？免於恐懼嘅自由，我哋都冇咗啦。咁所以咧，喺呢度我都希望無論我哋嘅工作係喺聯合國得到點樣嘅迴響，或者喺國際間得到點樣嘅迴響都好啦。我都希望每一位嘅香港市民坐咗喺度，可以繼續去記得翻自己嘅權利、自己嘅自由。亦都係可以記得翻每一場，我哋而家運動可能係叫做冷卻咗啦，但我哋唔會喺沉默中度滅亡，反而我哋要用呢一個冷靜咗落嚟嘅時間，心間細作。去翻唔同嘅國家嗰度去做翻一啲嘅聯合嘅工作，唔單止係團結翻喺國外嘅香港市民，亦都係團結翻一啲可能曾經，譬如話韓國都受過警暴問題困擾嘅一啲國家，去聯繫翻佢哋一啲嘅記憶。我哋要記得翻追溯翻一啲破壞人權嘅人，佢係應該受到懲罰，
而呢一件事今日發生喺一個叫做國際都會嘅香港，係並不能接受。所以國際間，我哋都係要繼續去聯繫，我同埋都要去理解翻人哋嘅 situation， 去理解翻人哋發生過啲咩事情，以至到人哋咧都係願意嚟去睇翻香港發生咩事，去大家去互相去做翻個聯繫咁樣嘅。咁最後希望我哋可以係真係令到所有嘅國家都係 stand with Hong Kong， 唔該曬。多謝曬 Angie， 再一次證明咧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由三點去到而家咧，大會話咗俾我聽啦，我哋今日總共係有36000人坐咗喺度噶。So today we have 36,000 of people joining the assembly。呢36000人咧，同我哋一齊去聽到唔同嘅戰線嘅手足為香港嘅付出，我哋俾啲掌聲自己。36000人。Five demands。今日嘅最後一位嘅發言嘅嘉賓咧，就係青年新政召集人梁仲恆。To conclude our section, we will hear from Baekju Leung, the convener of Young Aspiration. Baekju, please.各位首長大家好，好高興在香港見到大家。昨天是台灣的大選，大家都知道了，很多手足過了去台灣，我們很投入，亦都見到結果之後覺得很感激、很激動。這種希望的投射，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對於我來說，其實最有感覺的反而是蔡英文總統在勝選之後，他去發表講話，他多謝呢其中的兩個人，一個是蘇貞昌，一個是陳菊，這兩位美麗島事件裏面的標誌性人物。簡介一下他們的背景，在美麗島事件的時候，陳菊就是一位手足來的，那麼不幸做了政治犯，被人拉出去坐監，還連遺書呢都已經寫了了。而蘇貞昌就是那時候幫手足去辯護的一位代表律師。將時間我們跳回來2020年，當我們這一班死港仔、死港女去很羨慕、很仰慕台灣民主的結果，羨慕他們可以用選票去守住台灣的時候，其實我們是不可以對他們經歷過的血、汗、苦、難視而不見。選擇性我們只是見到台灣今天成功的美好，而對他們的努力視而不見，我們不願意付出，我們將這一世都不會取得成功。反之，只有堅持到底、奮戰到底，我們才有成功的基石。所以不用羨慕，只要繼續堅持下去，繼續戰鬥，我堅信我們香港人在香港終有一日，我們會有自己的一票，選出屬於自己的總統。在過去的8個月，我們香港人經歷了很多事，由5月的時候，大家自發攞翻起個大聲公，落去開街站宣傳反送中。去到6月，我哋有幾個大型嘅遊行，第一位手足離開咗我哋，亦都有環球嘅登報，香港嘅議題正式去翻全球嘅焦點。去到7月，大家用自己嘅方法行翻入個立法會裏面，確立了5大訴求，缺一不可。7月21日，在大家去緊中聯辦遊行的時候，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口號再一次在香港被亮出。戰線我們由金鐘去到我們的家、社區，戰線
由機場蔓延到大學。我們曾經一起為了願榮光而感動，一起為了一些名為警察、實際行為有如恐怖分子的人，他們的行為而悲憤。有多少晚我們是噩夢擲醒，又有多少日我們是因為已經逝去了、已經犧牲了的手足而痛哭。我們失去了很多東西，超過7000個手足被捕，多到統計不到那麼多兄弟受傷，甚至很多人已經沒有機會跟我們一起回去煲底那裡慶祝。他們的犧牲為我們帶來了也都很多東西，暫時擋住了一條送終的惡法，一刻片刻安穩的時間，區議會選舉的大勝，外國國會立法制裁香港。然而呢，這樣其實是不足夠，儘管外國國會立法去制裁香港港共政權，這樣充其量只是削弱緊個港共政權，哪管現在外面很多手足在努力緊，外交上、議會上、黃色經濟圈做得多好都好，其實說穿了只是增加緊我們的勝算，買多一些時間。其實我們心裏面都明白，這樣是沒有辦法直接 knock down 我們的對手這個可恥無恥的港共政權。我們心裏面都明白，其實最後一里路是要靠我們香港人自己走出來。我們心裏面都明白，這個江山是要靠我們自己雙手打回來。All in Hong Kong 也好，自己香港自己救也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也好，他們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個現實。只有靠我們雙手去撼動、去打敗這個邪惡的政權，我們才能夠真正去贏回香港。成功可能是有僥倖，沒錯，這個世界有人是很好運，但是我們從來都不應該相信運數，我們應該相信我們自己，相信良心，以及相信我們身邊每一個手足。講起相信手足，近這兩三個禮拜，其實我見到有一些很差的言論、很差的風向，特別在網上，例如是捉鬼論，例如是和哪一個政治光譜的人切割等等。其實這些本質都是一個分化的行為來的。捉鬼呢，其實是一個很沒有效率的行為來的，大家可以試想像一下。假設你現在在你旁邊捉到一隻鬼，你會對他怎樣？是，你不會對他做什麼。但是假如你捉錯了一個手足，你可能呢就會搞到那個手足甚至乎他的隊友。大家記不記得在6月12日，我們垂死掙扎去擋住條標的時候，那個士氣是多麼高漲，沒有人會站在前線那裡說手足是鬼，獨派手足落場不會被人屌，大家互相信任、互相依靠、互相尊重。事隔3星期，7月1日，大家又記不記得在手足們很努力地去進入去立法會的時候，他們還要面對著很多捉鬼天師的一些質疑和指控，是多麼狼狽。不要經常想捉鬼，因為捉鬼是一個很無效率的行為，想贏你可以試試令到敵人去捉鬼。8個月了，我相信我們香港人憑著我們自身的經歷、勇氣、智慧，我們一定知道打逆境波，尊重、團結、謙遜，做好自己，就是不義法門。下個星期會有個天下制裁大遊行，好希望都能夠見到各位，願榮光歸香港，多謝你。今天的主題是天下制裁集氣大會，其實呢不是一個空言來的，
因為我哋啱啱收到消息咧，呢、這、一個叫做我要攬炒嘅組織已經通知咗我哋，原來下個星期咧，總共係有7個國家同我哋一齊遊行噶。So next Sunday, 7 places will protest at the same time as Hong Kong, including USA, Germany, UK, Australia, New Zealand, Belgium, and Canada. 冇錯啦，呢七個國家咧分別就係美國、德國、英國、澳洲、紐西蘭、比利時同埋加拿大，加埋香港就有8個地方。光復香港！光復香港！今日嘅流程咧就嚟到呢一度啦，但系咧我哋大會咧嗰個嘅時間咧係會去到6點鐘嘅 ，OK？ 咁我哋咧係可以配合下警方咁樣咧，我哋一分鐘之內即刻疏散依36000人啦，嚇、啊、做到嘅，我哋做到嘅係嘛？係分半鐘，係啊分半鐘啊冇問題噶。咁但係咧大家留意翻啦，喺你哋嘅後面咧，亦都係有天橋咧可以去到 IFC 啦，亦都可以搭到地鐵啦。然之後咧再行褪後少少行喺我嘅左手邊方向咧，亦都係有嘅行人隧道咧，係可以去搭巴士啦、電車或者係地鐵嘅。So the organizer suggested you all to you may go to the IFC bridge.Or go to the pier to take the ferry to TST. OK， 再次喺度感謝大家，感謝36000人今日嚟到呢一度為香港、為一個自由嘅世界付出。下個星期日天下制裁大遊行就會喺呢一度咧係起點，到時見。到時咧現在咧大家希望可以和平離開依個嘅愛丁堡廣場嘅。下個禮拜日見。So we will see you next Sund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the assembly.